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模拟一场 NBA 2K18 全明星的扣篮大赛，就是明年的扣篮大赛，2018年的扣篮大赛。我来使用本西蒙斯，看一看这四个扣篮参加扣篮大赛选手都是谁。除了本西蒙斯之外，剩下我全部认识，没有一个我认识的。这些人都是什么球员啊？都是新秀啊，都是新的年轻球员。球员看第一个这个人是电脑啊，电脑用的。看到这扣篮，扣篮还可以啊。哦，胯下。除了本西蒙斯是我用，剩下全是电脑用。哇，看一下他的慢动作，这家伙跳得够高的。霍兰德分四十分，这是一个白人选手，波士顿队的。哇，这个是，我看一看，这个不是卡特的胯下灌篮吗？白卡特，白人也会飞。好，现在该是我来使用的本西蒙斯，看一看第一个扣篮使用什么动作。东部海湾是什么动作？看一看，试一试。靠了！我靠！哇！胯下！还好啊，看还可以。29分才，搞什么搞？才给29分。没有天理啊。等一会儿，哎，画面好像有点停顿，看一看他的慢动作。这家伙起跳高度也是很高的，来一个双手风车灌篮。Well, I had to watch about two or three times right there, and I guess again, this is not impressed. 39分。为什么这些电脑都这么高？他们的分数都这么高？我那么帅，却那么低。我过来那么帅，这分数那么低，真的没有天理。看看他的扣篮，40分。这种扣篮40分。看一下这个选手，我靠！不要使胯下扣篮好不好？不要再使胯下扣篮了，我已经审美疲劳了。本西蒙斯轮到我了，看一看这次来什么。第一轮成绩不是特别的好，那么这一轮呢，360度扣篮，单手，这是什么？看看这个，
来吧。哇！帅呆了！这么帅？不要太帅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太帅啊！不要太帅哦！40分，好，好，太好了！我的总分很差，我的总分是垫底的，关键是第一扣没有扣好。这什么？这什么呀？这是？有没有搞错？大学生扣篮，45分。有没有搞错？这种扣篮45分。Did we not just see that earlier? Yeah. Yep, we sure did, partner. I don't know what to say. I mean, that's not how you one up yourself in the competition. I mean, 又是大风车，39分。Get these guys to understand what the rules are. It's not to duplicate what you. 有没有天理？ Something that we. 有没有天理？ Get pressure on.真的有这么狠吗？真的有这么狠？这个狠角色啊！40分。啊，又轮到我了，最后一扣，来一个高难度吧。给大家随便展示了道具，摩托车，哈哈，两次换手扣篮，看一看这是什么效果，这什么样子？看一下，两次换手。I'm anxious to see what he comes up with here. Motorcycle place. 哇！ So you gotta extend. I mean, it's not just a given. It's really over that motorcycle. 这叫两次换手吗？这是一只手捂在脑后啊！我靠！47分，哇，这个数据还算公平，这个数据还算公平。最后我两个球扣篮的数据还算公平，但是第一个扣篮真的没有想到太低了，真的太低了。不过好在好像比2K17有很大改进，2K17根本没有机会的，根本没有机会上40分。哎，好了，这一扣篮大赛就到这里。